大家好，4月4日是我们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賣旗的大日子。SoCO 是一间专门帮助基层市民的协会来的。那我们今次的賣旗就很需要你们的支持，请你们快点报名帮手做义工啦。各位街坊朋友，今次賣旗筹的善款是会帮助很多露宿者、贫穷的儿童、基层的长者，还有很多住农屋的、板房的、劏房里面的家庭。我们这班街坊都是社协的服务对象，辛苦无助，好需要大家的关注帮助。我们4月4日开始賣旗，请各位4日早点出来帮手买支旗，支持下基层的街坊，好多谢你们。4月4日，社协賣旗，人人参与扶助弱势，人人参与扶助弱势。